先开始来关心的，就是咱知影这哦，伫个礼拜这地震的时阵，咱知讲这地震嘛，当提早几秒钟就先有这警告，应该对当这个争取一挂逃生时间。现在这国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奥日本，伫全国有够所在来设这个哦强烈地震的即时的警报系统。经过这助理加这327的两届地震，现在讲这个系统确实是有效，所以现在打算要推广到这全国3000多间的各种。强震及时警报预估震度6级，请进行避难疏散。地震还未来，警告就先来。囡仔一听到广播，马上赶去逃脱，走去运动场，定位区好，就唔惊地震来破坏教室，影响安全。这是今年3月27日规模6.1地震发生的时，嘉义江平国小的逃生状况。6月2日迄天学校无上课，不过地震来进前，这套预警系统搁一届准确预警。透过地震有一个波传比较快的 P 波，我们去侦测它，然后侦测到 P 波以后，我们就计算说这 P 波，等一下后面带来的 S 波会有多大。那如果这破坏性的 S 波很大的话，预估会很大，我们就启动警报系统。利用地震波咧走的时间差，会当争取到10几秒的逃生时间。国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而日本，伫个北中南东九个所在装一套警报系统，经过2届地震确定拢有效，即马拍算要争取8亿的经费，推广去全国的各中小。3年内，我们把这个 pilot 的计划做好，所以整个商业模式做好。那我希望可以把这个防灾的产业带起来，好，带起来以后，我想后续就会变得很快。未来敢像日本同款，透过手机啊的简讯、电视啊，佮有广播，将预警的消息传予每一个民众。地震研究中心表示，台湾无像日本遮尼大，加上全面推动，需要佮较侪预算，初期也是会先为学校做起，若是有找到经费，上紧3年内底完成。记者林振如、郭俊霖台北报道。